灵修主题：放下自己。今日灵修金句：马太福音11章28节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，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安息是人的必须，我们身体每天需要足够的睡眠，我们的心灵每天也需要休息。主内弟兄姐妹都很喜欢诗篇23篇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在可安息的水边。又说，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，你的杖、你的竿都安慰我。读到这些经句，我们心中就很安详，很踏实。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经历过神，但是因着我们的信心，我们知道神是真的，主耶稣的救恩也是真的。这个信心就带给我们安慰，赐给我们力量。人生的道路起起伏伏，千回百转，有时候是康庄大道，有时候却崎岖难行。没有信仰，完全靠自己是很辛苦的。神是属灵的，它不似物质世界的实体显示给我们看，但是我们周遭的大自然环境都是耶和华神的大作为。著名诗人威廉·布莱尔说得好，一沙一世界，一花一天堂，双手握无限，须臾是永恒。看到这奇妙的大自然，谦虚卑弱的人就会知道，也相信这世界有神。我们人是极为微小，在这浩瀚的宇宙中，人真的算不了什么。主耶稣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，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到了主面前，就要把肩上的重担卸下来。一般人的经验都是卸不下这个重担，刚刚放下来，一转头就又开始忧愁了。怎么这重担仍旧扛在自己肩上了呢？真的是自己的重担永远是自己的，跑不到哪儿去。重担是属于主人的，只要我们把自己放在首位，这个重担就永远是我们的重担。一个公司的老板必须为员工的福利费心，所有的员工一家大小的生计都在老板的肩上。若是月底发不出薪水，他们这些人怎么活？要做老板，就要挑上这个担子。基督徒是属神的，只要我们请神坐在主位，而自己去坐在末位，那么原本排在自己肩上的重担就是神的事儿了，自己可以全心依靠神。这个道理基督徒都知道，但是实际做起来却是难之又难。我们习惯为明天担忧，有点不好的兆头，我们的心就开始绷紧了。唉，这颗心怎么快乐得起来呢？使徒保罗告诉我们，要随时警醒，时时喜乐，不住祷告，
凡事谢恩。这些都是在提醒我们，要随时纪念主我们的神，要我们不要只忙着照顾自己的事儿，却把神忘掉了。神本来和我们同在，却站在旁边发呆，神根本无法参与我们的事儿。我们对神不理不睬，有神没神也就没有什么不同了。除了睡眠以外，我们每天有几小时的活动时间。基督徒要常常问自己，今天我们有多少时间挂念到神？挂念神不是指我们坐在那里严肃地读经祷告而已，而是说我们要在心中纪念神。要记住，神就在我们旁边陪着我们。我们一面不停地忙着自己的事儿，一面不妨回过头向神笑一下，打个招呼，说声您好，谢谢神陪着我们。我们不是常常和自己的亲人这样吗？虽然这只是个比方而已，每位基督徒都可能有自己的方式和神亲近。只要我们每天都常常操练纪念神、亲近神的功课，和神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多，不知不觉的，自己肩上的重担就早已卸下了。亲爱的天父，孩子是属于你的，谢谢你陪着我，替我负荷重担。谢谢你的杖、你的竿都来安慰我。我知道你已经应许我，我一生一世必有你的恩惠慈爱伴随着我。孩子是蒙恩有福的，这样祈求感谢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